大家早晨啊，咁啊，寻日华哥同我都放假啦，不过就好多老友揾我哋啊，个个都告急啊，其实唔系讲笑啊，真系告急啊，即系好多我哋啲供应商啦，手揸住咁多货啦，依家出边市况如何，大家一睇就知啦。咁又要找數，又要下讓成班伙計下，咁啊唔告急才出奇啦吓。咁啊，既然老友都告急，我哋就乘機都係撳下佢哋價啦。咁啊，就有好多超筍嘢陸續啊，呢個週末都會介紹俾大家嘅。咁大家密切留意今日。我將會出啊下唔同嘅影片啦，咁啊，如果你有實力啊，依家真係機會密密執啊，嚇咁啊，如果你係玩錶有鍾意錶嘅朋友，當然希望自己嘅 collection 啊越嚟越多啦，嚇咁啊越嚟越多，當然係要筍嘅介入啦，嚇咁啊呢家真係最好嘅機會啦。如果有留意金价走势的朋友都会知道啊，啲金啊、黄金啊，真系又再不断升啊！当然啦，外围嘅政局不稳定啊，吓、黄金变成避难所啊，金价难免会继续攀升啦、啊。咁金标吓、如果价钱唔升，反而跌得咁多咧，咁筍咧，依家當然係買金錶嘅最佳時機啦。咁啊，之前推介嘅嗰啲金錶啊，一隻一隻咁沽清啊，咁啊，大家如果諗得太耐啊，咁唔好意思啦，真係你又錯失咗一個入手一隻靚金錶嘅機會啦。咁今日啊，我哋繼續為大家發掘，同埋有一啲嚇、之前可能大家都miss 咗嘅金錶啦，或者係仲喺度諗緊啊，要唔要買嘅朋友咧嚇，呢、這個週末好出手啦嚇，仲、有咩金錶值得買？今日我哋會繼續為大家推介嘅有實力嘅潛水錶品牌 Delma 嚇、今日又有新貨翻啊，咁亦都係留意啦，我一陣會拍條片啦，同大家介紹啦。是什麼一個款式的，那 Delma 陀飛輪、都有幾位識貨的朋友、都預訂了的，那昨日的貨也都是到港了，那今天開始可以下來離槍取你的陀飛輪，未見過 Delma 陀飛輪的朋友也都歡迎來到離槍錶行、去看看這隻這麼值得買、這麼值得入手的 Delma 陀飛輪，拜拜。